每天都带他，早上哈，来这个 Seven， 因为我在吃早餐嘛。他还不会俯卧了，但是我昨天有给他练一个马步，就是所谓的俯卧的马步，不是用命令的，是一个就是说，强迫的方式，给他一下下。他俯卧应该是完全没有过，他自己躺会的。但是你叫他用命令的或强迫的，他就抵抗比较强，然后会发抖，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不过他的那个发抖完，给他解除啊，还是很快乐。现在是在这个公共环境里面哈，让他就是说观察他稳定一点，不要跳来跳去这样子，也不要来跳我，除非我自己跟他打招呼这样子啊。他再来弄，反正他不要来弄我就对了，也不要去弄狗哦。这个小型犬都一只就是样子可爱啦，好像比如说他一直要爬起来 ，good good， 要稍微给他喊一下哈，让他不要就是要一直得到别人的关注。哦，他看得到我啊，你要休息，我跟你玩的时候就跟你玩哈。这个是主人也要去学会这个意志啊。但是这个他为什么会跳下，会下去？因为他的有想到我的那个力量，所以他会记住这个反射动作。不是只有他让他坐下卧倒不动，是他在平常在休息的状态哈，他也要学习安定哈，不要一直得到。在那边跳啊，想要别人家抱他什么哈、这个很重要。像我在训练狗的时候，那只黑狗也在那旁边，在那边哼哼哼，一直好像要关注他一样啊，这个都要去给他修理一下。什么修理？就是那个绳子给他扯一下，扯重一点，他就知道说不行要很快这个都是一个生活的。长期的一个饲主跟他的互动的一种密语啊，让他听知道呢，的一声，一样嘿，他这个习惯比较深所以要花一点时间给他做一个纠正我们现在要不能说只给个狗。练习稳定啊，一直让他就是处于紧张，然后刹车的状态。你也要给他释放，给他玩哈。要让他赢一下。对不对？他现在牙齿很痒，所以你还是要给他地方满足他牙齿痒的一些满足哈。好，玩一玩有没有？我忽然间会叫他服从你注意看哦。谁坐下？大大大，好 ，stay， 好，稳住。
好，一个是爱，是这，你看交叉交叉有没有？你看，好快啊！你看，行吧，那淑女 ，OK， 要跟他玩，又启动，就是刹车，又启动。好，又开始了，又开始停了。来，就这样。哎，这样。我在练习他的一下开关。这样。刚开始学已经不错了哈。Stay。OK。姿势做对以后，就是要维持久一点啊。Stay。这个小狗它那个身体哦。旋动，他可能有过动的那个基因哦，那给他学习忍耐哦。我他听到解除才可以动。可以动了哦。